Thank you.
帅哥，你要不要？两个人要不要？帽子戴起啊！你要吧？王林，王林，上来给这位照一下。这边也行。好吃吗？Thank you.
多少人票？现在工作是这边要制作奖品哦，找哪家吗？他不等于去哪里，不管多少。这边有智能讲解器啊。我只是按时间找。这边有制作讲解器啊。我就按这年纪。往那一块打，但是还得要回来，回到今年。青年路线是吧？头三门。180多。还咱们是，是吧？那没事，我先到了。你来背吗？朱老师，去三娘家了。上面有一个5000多斤的铜像。不打他也不会叫。胖子。对呀，我们那边动物在哪儿？这个，走了。过去，那么小的。这单来我都不行。你要的你要的
我俩来的早，就这样，第一次录。粉丝同学往后面走。对了，你放在那边，很容易丢。
的糖先放吧，是不是？这个里面看一下。可真是到位，跟迷宫似的。我先给你们来两个。Thank you.
特别那啥，也拍出那么音乐感。向土长水，向天发电，构筑河闾大城，开创了苏州2500年的文化基础。河闾内藏虎丘，成就了虎丘江左丘壑之表的绝世风范。剑池内陪葬名剑三千，留下千载之容，更注定了这块圣岛与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关系之一。我是有心人，英雄气节，人生待无穷，不负心碎。今年虎丘。你我一起来，儿子，儿子，这个可以看了，儿子来。现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个虎丘的一个全景，以塔为背景，然后有虎丘剑池四个大字。可以在这个位置照一个像，这个角度，以前写信的这个是从这个小桥过去对面呢，其实是一块石头，一整块天然形成的，它的名字呢叫千人石。它背后是留了两个故事，都是跟一千个人有关。在春秋的时候，我们开宝岛的叫做山上，但是有些细对，太花了，这有点花，你看到水了吗？悬托关，有些都还正常，也是有区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
是西施。西施嘛，从浙江嫁到苏州来，然后呢，这个地方曾经西施在这里住过，然后呢，在苏州打扮过，以前没有镜子，还没有镜子，做镜子方面的西施嘛，但是我觉得第二个说法更靠谱一点，就是当年这个火车寺，火车这座寺庙里面，僧人吃水用的这口井。啥情况？亲爱的游客朋友，景区内禁止吸烟，谢谢您的配合。Dear tourists, smoking is forbidden in the scenic area.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们后面有人。我在这里。啊，看到了。来，我们宝宝，我带宝宝上来坐坐。你自己有信息怎么说的说什么就好了。好你们两个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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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我我你先掉下去应该不在充电应该是吧应该是吧我这样你不问题还你有没吃的你不吃你都会有我的
话，睡觉的话，那就会要又要搞。到顶了啊。那这是可爆号，你是啥的？这不是爆号吗？我写的啥？对吗？这里边是什么？他这以前也是个寺庙。一个地上那边有一个佛，面是两边的字都有，它背面和正面的都是。这个我也来。不定我俩就做弟弟。
吃了那个，吧？这里是下去的。注意安全，看到你。哎，这里不是。去拿呗。那群人滚下来了。
我不想看到冰淇淋。哦，操！为什么你穿？你要放？蛋仔冰淇淋。走一圈都不要那么直，刚刚你放的吧？洛阳有好吗？家乡。家乡。家乡。来完了，没吃东西。肚子好吗？不好，再往前一点。Thank you.
这就是熊猫喜欢吃的这个，看着熊猫喜欢吃橘子。
哪个足球啊？你小时候青绿色就红色。不要回去看看
妈随便都，妈呀，我看到干嘛？请文明旅游，禁止挖自己。请文明旅游，禁止挖粪。请文明旅游，禁止挖粪。请文明旅游，禁止。请文明旅游，禁止挖粪。请文明旅游，这本书真好。挖。让我照亮你们，来，我照亮去啊！走过去啊，左边，你的左边，坐这边，坐这边。
要一个向上的三角形，看出四个向下三角形。我操，你牛逼！您在茶乡。神去病的墓，这就是神去病的墓。你先走，我这儿歇一会儿。啊？我这儿歇一会儿。干啥？你们往前走，一会儿追你们。
你陈俊浩，你在前面带路，前面是个陡坡，跟着哥哥去。吃的比较精细，然后比较比较那个。我们直接不下班啊，我们下班了。那边是另外一个口。下到再去到出去的。我们不从这儿出，我们还从刚才那边出，车在那边。
但是你跟我横着，你什么态度不好啊？我对也错那都不行。嗯。对我错那。你什么事情了？便宜不起。行吧。现在六条而已。六六呗。六条你们知
呀，这喘不起了，饿不饿呀？看到了吗？我饿了，我饿。哎，看着，去。抢了抢了抢了，那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他的妈妈，他跟身体长得也不一样。牧师作为师傅，能帮我们拍个合照吗？妈妈，哎，你弟弟你为什么还不理？嗯，为什么还不理？爸爸看看。我喜欢这种环境。就是下的地方。你这他空接触了，这个乐器是什么？乐
次吃一年四季都穿在身上。是吗？我去过啊，刚才今天都不是过来了。
Yeah.